亲近在源头这本书集结了慈济环保20年精华，导读人王桂兰从台湾到大陆山东，是非常能够引经据典，能够摄受人心，能够让人家很开心的在这个读书会里面，他真的有收获到，然后他愿意走进来，走进这个清净的一块田地，就是这一块新田来。山东慈济人推动读书会，透过阅读，静心也成长。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新人进来，哈，真的很不容易啊。就表示说我们这里的师兄师姐还是非常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耕耘这一块，把佛法真正的与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要关注在当下的点点滴滴，不要去想过去怎么样或者未来怎么样，我们要做好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其实以书相聚，也以茶会友，书香茶香伴随共知共事共行。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山东报道。